进去市场。生蚝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物，它的新鲜度是最高的。好吃，它脆皮玉米了啊！这个需要浓缩在生蚝里和配上它的油脂，均匀混合，煎的时候是非常不错的。你不能热来尝一下。好，看一下啊，生蚝啊，生蚝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的，简单。生蚝已经烤得非常的正了，入口不是软，表皮已经破了，脆着，不过汤汁溅出来。什么味道的？这味道好不好？这个蛮好吃的。谢谢。